our channel is CEAT Vlog. We're going to be one of kind to Barbarossa. We now we are in Perugia. We are going to weld our suspension parts. Okay, 现在我们在 Perugia， 我们要来看我们这个避震器零件的焊接工程。 上座哦，所以它是上次你提说它其实是自动焊接，哇，很亮哦，所以它其实是在焊接胶避震器上座跟那个圆形的脚管，然后透过机器自动去做等间距的一个焊接。好，我们已经看完，就是我们这个算是。 跟羊角结合那一块脚管的支撑，算支架的一个焊接过程。那接下来就剩下阻力，阻力完了其实应该还要先冲去喷砂烤漆，然后就是阻力完就可以上车咯。所以它影片里面在讲的是这个东西这样子，一般人的是哦，你说我们没有用这样子，我们没有，一般他们都是这样而已，对不对？那所有重量其实是吃在这个地方转。 这样子，那个吸引力会压到这个，会压到银色的这边，那这个就会这样变形呢、啊？不会啊，里面它有那个什么固定的，可是它的力量是吃在这个银色的环上面内圈就对了，那我们的是吃在整个座上。哦，哎、欸，这个很特别，对，谢谢。 这真的很酷哦，这边你看。 整个吃在这上面的力量，跟吃在整个盘子上的力量，好像会有差哦，好像会有差哦，这真的很酷。嗨，各位，我们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就是我们之前在做喷砂的地方。那我们早上呢，拍过了就是脚管的焊接。 那其实进度很快了，已经到了下午了。现在就是进行这个脚管的喷砂，喷完砂之后呢，我们马上就要带去烤漆。Let's go。所以其实也看到哦，它不是只有脚管，不是只有脚管而已，下面还有上座 ，OK， 还有它等一下就是我们整个避震器的上座的部分，都是要先跟我们一样，上次一样进行完喷砂的作业之后呢，再做烤漆。 所以其实啊，你可以发现得到呢，在 Perugia 这边呢，我们其实从整个避震器的量测、制图开发，然后到烤到这个焊接、喷砂、烤漆、阻力，其实除了零件本体的一些制造，比如说凹凸这个固定脚位的版型之外。 基本上都是在 Perugia 这边自己完成，我觉得这算蛮好，应该可以一条龙这样生产的话，对于这个产品品质其实也比较能够把关，然后遇到了任何问题，其实它也比较容易做调整。我觉得这个点是，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以一个零件的开发商来讲，他如果可以有能力去调整产品本身的问题，我想他应该可以提供出更好的服务。 看得到就是这组脚管呢，就是Tiga在用的，它其实这个比较小，很小只。那这个是用来就是里面油管刹车油管的固定的位置在这边，给它固定的。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固定点。然后我们发现有没有？这样上面这边比较宽，下面就是一个圆形，所以它在这里固定的时候，这可以稍微这样动一下。
到早上那个阿辉有介绍说，我们都焊一边，对不对？那另外一边为什么不用？其实除了说我们应力一定是这样子去夹之外，它在这个地方，你注意看，这个地方它其实有多一个角，多一个角这样子去吃这个力量。所以你说呢，你要把它往这边搬，这个角它本身这个角它不可能让你这边搬，所以力量才会吃得住。那内侧因为它本身如果这样焊其实不容易焊到，所以他们基本上都焊外侧包一圈这样，包一圈，这样包一圈，这就是我们的。等一下喷完渣之后要送的东西，这是我们家的，上次我们已经体验过了，因为它这次量比较多，我们就不要打扰人家，就是让他们把这个流程走。OK。宽近一点给你们看，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对焦一下，你看它机械焊的哈，所以它的很准，有没有？固定位置点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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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熔石把它熔掉，用钻叉把铁料本身熔掉，哦，你看机械焊的就是一个好处，看起来很均匀。看起来好像比较少，就没有，对不对？所以还是要保护的，要保护。对啊，不是说好像遮住就好了，还是要全部塞起来，才不会让那个小铁屑跑进去。OK， 好。沙子的部分呢，我们都要做保护，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像不像他是这样，其实我觉得他已经经验老道了，他抓得很准，然后颜色其实出来是很薄，不会非常厚，但是很均匀，并且还要上一层精油，哦，所以他可以控制到颜色是有的，但是就不会增加非常多漆的重量在上面，个人觉得很好，很厉害，应该比我还要厉害很多，赞。终于把烤漆这个部分完成了，我们这分成跟我们上次不一样，我们上次白色的其实硬化剂跟白色的漆是在一起，那这一次的话那不是白色，所以它的色漆先喷了一道之后再喷就是硬化的精油部分，因为我发现其实这个阿紫在喷的时候啊，它其实没有开很大的喷，算是喷涂量不会很大，它其实是细细的喷，然后量开的差不多，就我比我上次少的感觉，然后喷起来是蛮均匀的，我觉得是经验问题，是经验问题，就是让它均匀的涂抹，然后它自己记得或是用眼睛去看哪些地方其实还不够，稍微补一下这样子的，不会像我之前看到我自己的话就是啊缺哦就硬喷，你知道吗？硬喷就流鼻涕了，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经验要练习。OK，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记录烤漆喷砂烤漆的内容的话呢，欢迎帮我们点个赞，然后按分享。那 if you like our video channel, please subscribe our channel, YouTube channel, and share to your friend. OK，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